你好，我是九龙站审判官 Hugo， 这是君临天下一座一个中高层的第一单位，使用面积1054尺，一个三房建筑，我们一起看看。厨房的位置非常整洁。功能房连洗手间有窗。客房厅分明方正。走出露台，景观很开扬。洗手间位置有窗，第一间客房，第二间客房也是很方正。门房洗手间非常的整洁，圆状的间隔，有窗。房间宽敞，有对流窗。还有没有审盘？还有没有好的价钱？给我电话，我是九龙站审盘官 Hugo。